立场新闻观众大家好啊！我哋又翻咗嚟咧东隧口嘅附近现场啦。啱啱啊，曾经有即系警员咧就唔俾记者近距离采访啦，咁咧就要求咧记者就去对面。咁之后啦，我听话过咗嚟对面啦。然后大家都见到啊，对面系。乜都影唔到嘅。即係好远好远好远咁样。咁佢期望我哋影到啲咩呢，我都唔知道啊。其实啱啱啊，即係记者曾经试过啊，喺佢哋嘅封锁线啊，即係蓝色带嘅出面呢就去采访，咁就冇越过嘅封锁线啦。但係呢就一度就俾警察就推开，就冇推开嘅。即是一度被警察圈住咁就离开咁样。咁然后就即係佢哋一直强调呢，就话嗰个位唔係封锁线啦，而佢对于封锁线嘅标准都不一啦。不过呢啲情况呢都已经唔係第一次嘅，即係之前好多次喺唔同地方采访示威呢都係会有类似嘅情况嘅。咁而家大家见得到呢，基本上我哋只能够见到呢就有啲嘅人士啦，无论白衫黑衫啊其他颜色嘅衫啦，都曾經被警察有搜過袋啊！啱啱近期都見到一啲嘅黑色衫啦嘅女仔咁樣都被人搜袋咁樣情況。咁然後都見到有啲嘅警察咧，譬如喺呢個位啦，都喺警都喺架巴士上邊嘅。咁現場交通咧係超級擠塞，係啦，即係我哋見到咧個交通係停曬度啊！咁另外往港島方向就暢通無阻啦，但係往九龍方向咧就嚴重擠塞嘅，而家即係都係見到得一條嘅行車線可以過下車，其他行車線都過唔到咁樣，都要慢慢等。咁而即係記者曾經之前都有問過，即係佢哋唔俾我採訪嗰陣都有問過，咁點解你唔俾我採訪呢？咁佢就個解釋就係話，因為隔離有好多嘅車隊。咁入面就有啲好嚴重好貴重嘅裝備，然後就跳曬推論啦，個結論就等於記者唔可以喺度採訪。咁中間嘅推論我就唔知啦，都唔明點解佢哋可以咁樣去直線邏輯咁又唔俾我去採訪啦。咁所以呢就我哋過咗好遠啦，我哋去到一個其實都係啲好遠嘅位置啦。咁啊影，其實咧開呢個直播都係個意義不大，因為始終大家都睇唔到現場嘅情況。純粹開個直播個意義係話俾大家知我有幾遠，有幾睇唔到現場個情況。而即係啲警察啱啱另一個解釋就話咧，即係影唔到係你哋嘅器材問題，唔係佢哋嘅封鎖線問題。但其實大家見得到啦，即係就算你嘅器材幾好咧。前面都是會有一大架的巴士阻住了一些視線，即簡單來說，你只要警察在巴士後面去做截查的話，基本上你是什麼都看不到。其實我們旁邊都有幾間行家啦，都是過不到去，都是要硬過了來這個地方去遠距離，即仲遠過睇動物園，真心。即係睇動物園，你都話驚俾獅子咬啊，所以就都要有一段距離啊咁樣。但係而家呢個距離係完全唔 make sense 嚇，記者覺得係。係啦，咁其實而家都即係見到啊，不斷有車停喺度被截查咁樣。暫時就咁現場睇未見到拘捕，但唔知道之前有冇做拘捕行動，因為都有幾架係豬籠車做清咁就都會可以咧，即係將一啲拘捕人士擺喺架車入邊。相信㗎啦，呢部係手機嚟嘅啫。
追唔得遠嘅。因為大家都冇諗過，即係你係採訪一個截查行動啊，都要距離咁遠啦，大家都冇估過應該話。所以其實我哋可能拉多一陣啦，都停一停，因為其實都唔係好影到啲畫面啊。講下啲背景啦，咁點解今日會有即係而家去到夜晚八點幾截查呢？因為其實今日港九多區啊都有示威行動啊，咁然後去到通常入夜啊，咁就開始大家都可能遊行完，咁就表達完訴求啦，咁就會翻屋企啦。咁而家但係咧，警察就好多次啊，都會喺一啲嘅公共運輸嘅交匯處啊，即係例如東隧啊、西隧啊、紅隧啊嘅出入口咧嗰啲嘅地方啊，就會搜查一啲嘅巴士。之前都試過啊，唔單止係巴士啊，可能係天星小輪啊，一啲嘅渡輪服務啊，都會咧企喺碼頭度等佢哋落船，咁然後都截查都有嘅。咁而家我哋影緊咧就係巴士嘅情況啦。係啊，咁啱啱就一架新嘅巴士咧就駛緊，唔知依架巴士會唔會被截查呢？啊，咁答案係唔係就唔會嘅，680嚟嘅，冇睇錯係。現場的交通非常擠塞，咁啊，再有另一架六九四嘅巴士就準備駛過。咁呢架巴士咧？安全嘅，就唔使截查。咁車上都好多人啦。咁其實即係點解近距離拍嘢咁重要咧？即係唔係話要影人太好啊？係因為咧，即係當你有拘捕人士咧，即係無論佢係有冇罪與否，咁佢俾人拉去差館，咁相信佢嘅屋企人啊，或者佢嘅朋友都會擔心啊，甚至乎可能即係佢需要一啲嘅律師去陪同啊、社工去幫手咁樣。但若然你唔能夠短時間或者最快速的時間去即係影到拘捕人士，咁可能對好多嘅家屬啊嚟講都好不安啊！即係可能一個仔哇，隔咗成廿幾個鐘都冇翻屋企咧，咁我咪要報警，佢係咪失咗蹤咧？咁變咗冇人知啊！即係成個人就好似憑空消失咗咁樣。咁有時即係點解要影就係其中一個原因就喺度啦。但係而家即係咁樣咁遠距離情況，假設有一兩個嘅示威者俾人。被捕人士啊，被人拉咗上警车，在场嘅所有行家都唔会影到佢个样系咩嘅。咁我哋见到咧，有啲市民啊，就落咗车嘅，应该就系截查员啦。咁睇佢哋咧，就似乎就冇唔系打算咧，就继续上翻车离开啊，就选择行啊，行翻去九龙方向咁样，唔知道要行几耐。但係，即係佢哋寧願選擇唔搭巴士啦，冒雨之中啊，行翻去市區一帶啊，咁見到都陸續越嚟越多人咁樣慢慢行嘅，因為都唔知道嗰啲巴士截查幾耐啊，因為諗下逐個人搜身咁樣，咁都一段時間嘅嘢，咁啊早截查完就早走啦，可以。係啦，咁現場嘅情況都係咁啊。其實而家都冇咩特別啊。咁如果我哋陣間發現啊，有啲特殊嘅情況啊、特別嘅情況啊、緊急嘅情況咧，我哋可以再開直播。我哋暫時咧直播到呢一度為止先。請大家關注立場新聞啦，可以再睇下其他唔同地區嘅直播，都仍然有好多地區地方啊都有事情發生。